我是苏诺伊，这是我和中国的故事。好久没有来我的母校巴塞罗那自治大学。我现在要做体检验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总算结束了，现在要等结果了。你看，他们都这么年轻，都在上大学。我来这边干嘛？我来这边身体检查。看着他们，我好像知道自己老了，但是总有人正在年轻。他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就这样。